大家好，我是真奥公司的美导老师。首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日本魔法泡泡仪。首先的话，我们收到货的话，里面有一台我们的一个主机，然后有一条我们的电源线，有一条我们的一个软管。首先我们第一步的话，先插上我们的一个电源线，电源线的后面有一个插座，有一个三角的一个插座啊，然后插上我们的一个电源线。然后第二步就是插上我们的一个软管，软管的话是在这后面这里一个小小的孔，直接这样子轻轻的一个拧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我们的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开机键，然后开机就 OK 了。好，接下来的话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一个操作页面啊。操作页面的话，开完机之后会显示一个 Welcome， 然后进入我们轻轻点按屏幕进入我们的一个主页。主页的话，第一个显示的是太阳，是时间。时间的话，它是自定义，进去就是30分钟，是可以调节的啊。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能量，能量的话是我们出气的一个能量大小。最大值是6，然后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的话，可以调到3或者4。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活性氧的一个能量，能量的话可以调到6，但是我们给顾客做的话，可以取到5或者4都是可以的。然后这边是一个 start 跟一个 stop， 我们按过来就是 start 开始，然后 stop 是停止。然后现在的话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就是在操作流程里面需要的一些产品啊，需要的一些东西。然后第一个的话，我们这边推荐有4样，第一个是薰衣草的，薰衣草它主要是抗敏感修复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沉香，点藏沉香的，点藏沉香主要是疏松毛孔，然后去除角质，精化肌肤的。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一个玫瑰，玫瑰的话它可以滋养皮肤啊，然后可以的话就是使我们的皮肤非常的有光泽。第四个是我们的奢华香肤美肤皂，然后它的一个功效的话是美白保湿的。首先现在我们先取一个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先用一个薰衣草的给大家做一个示范。然后我们一盒皂的话是有60克，那么60克如果是做全身的话是可以做到6次，每一次的话取10克就是可以的。如果是做部位的话，每一次的话取到3克就可以，大概一个皂可以做到20次。来，先我们先取一个部位的啊，取3克。先取3克放到我们的一个一次性杯里面，再用我们的一个仪器上面的一个软管，先把能量调节好，然后按一下开始啊，用我们仪器里面的一个软管啊，顺时针打圈，直到融化为止。现在可以看到，现在倒入我们的一个盆里面，先从我们的一个软管倒进去，你看它会在软管上面，它还会有一层微微的一个打泡啊。好，然后倒到大盆里面，继续顺时针打圈。好，接下来的话给大家演示一遍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流程啊。操作流程的话，首先第一步，先让顾客先把脸部清洁干净，清洁干净之后，然后再使用我们的一个魔法泡泡。首先的话，手上抹一小部分，不要抹的太过多了，太过多了的话就会涉及到顾客的一个嘴巴、鼻子、眼睛里面会不舒服啊。往上提拉，让我们的皮肤一个吸收，避开嘴巴。
轻轻的按摩至吸收为止，点按一下太阳穴，吸收完了之后再抹一小部分唇部，避开嘴巴，往上提拉，直至吸收。然后脸颊，提亮金鱼，接下来眼睛，做眼睛的话一定要顾客闭上我们的一个眼睛休息，点按眼周围的一些穴位，直至吸收为止。额头。好，刚刚是逐个部位，现在的话是整个脸的一个安抚。先下巴、嘴角、脸颊、鼻子、眼睛、额头，直至按摩至吸收为止。我们按摩时间在5分钟到10分钟左右。按摩一定为止之后，然后就开始敷，把剩下的一些泡沫，然后敷到我们的一个脸上，避开，敷的时候避开我们的一个鼻孔，其他部位都可以敷，因为它是没有任何刺激的。
敷到脸上的话，停留十分钟之后，然后再给它按摩吸收，然后清洁一遍脸部就可以了。我们的一个操作全程结束了。然后敷完十分钟之后，然后我们就打圈按摩到吸收，先从我们的一个下巴开始，从下至上顺时针打圈往上提拉，然后的话就按刚刚我们第一步之前的一个手法，是一样的，往上打圈，一个一个部位慢慢打圈至吸收为止即可。然后按摩至吸收之后就非常的一个干净了，然后再用我们的一个清水清洁一遍就可以了。现在皮肤的话非常的一个透彻，而且非常的一个干净，而且比较白。